女儿一大学毕业，婚后身心很厉害，而且我们的生活幸福美满。第二位庄艺兴，庄园陆军军官，五期毕业，中校退役后兼任县议员秘书，卫生部服务广大党员及农民，担任中华民国黄国元党部第十一区党部常委职务，任满期续任考纪委员至今，亦在龙潭一交担任志工十余年，热心公益，忠党爱国。庄园婚后育有一女，大学毕业现任职私人机构，家庭幸福美满。第三位吴清汉楷模，无缘陆军少校退，与其共同经营杂货店，现任林长及中华民国黄国元第十一区党部副主任，对辖内党员同志、农民农眷之照顾不遗余力。无缘婚后育有一子一女，均大学毕业，目前在私人企业就职，家庭幸福美满。我们以上有列的楷模，在我们同一幕上都有。角龙游泳协会常务理事，林园婚后育有二女，妻子已退休，长女任公托教师，次女任环保公职，家庭幸福美满。接下来是我们的郑炳福楷模，郑源民国九十二年陆军中校退，后转桃园市农民服务处龙潭区社区志愿服务组组长，专职服务辖区内农民农眷以及我们的农眷遗眷，造福退役农民无数。民国103年至农服处退休，现担任林长及环保志工，亦从事有机农场快乐农夫的工作。郑源婚后育有二子一女，长子担任职业军人，现接上尉参谋，家庭幸福美满。林心理楷模，林源于民国89年陆军政战部二处上校处长退休，服务军旅26年，退役后接受陆军司令部继续聘任规划创新心理素质训练、全旅冒险训练及战场抗压模拟训练等专案，持续奉献智慧与精力给国军。林源婚后育有一女，女儿研究所毕业，荣获硕士学位，现任职于台北万兆丰金控公司，妻子中校职业军官退，对心理諮商具有相当专长，现担任某电台台长职务。我们有请我们立法委员吕运营吕立伟为我们颁赠匾额及纪念品。敬礼啊，我们吕委员啊，自己亲自下口令啊，要当个女军官。非常感谢我们委员也准备了非常。
在我们颁奖的同时，如果有家属要到台上来献花以及拍照的部分，我们也有安排哦，我们也有安排哦。啊，另外有送特别中堂，哎，我们中国的名字叫做中堂哦，我们感谢我们的委员。
王源退而不休，对社会社团极为热心，现役从事中华民国国民党党务工作，热心公益，足为我国公民楷模。以上我们有请，哪一位长官为我们颁奖呢？有请，就是我们的宗教罗吉元宗教为我们颁奖。哇，宗教这边很多君子啊，所以宗教来，我们再来授一个奖。